第一次是在下面给你加油，第二次他一开始跟我说一句话是，我说我爸你会不会杀我？我爸说了一句，啊，我怎么可能会杀你呢？那个就是说了一些理由，但是诱寻杀我的理由是什么？然后又说，但是有可能会杀你哦，或者是土豪，反正对，说了一些话，很他奇今怪。天有点亢奋，一开始不亢奋，后来变得亢奋，在压抑自己，但是是不是这样的呢？现在几点？我还有时间吗？再去跟别人聊两句。你可以聊啊，现在还早。我想想，但是幽寻杀我的理由是什么呢？杀你的理由是，难道是因为接下来的游戏？是剩下的全部都是女生，他就好赢了。他好胜心未免也太强了吧？不可能。反正如果是我，我可能会杀欧巴。但是幼训的好胜心的确非常强。对。我去一趟钻石房。